老板，这烧肉多少钱？这块啊，20/20。行，给我来一块。称称哥。称称称。好嘞。嗯，我尝一下啊，还行，不错，那给你钱。哎，哥，你是不是给错钱了？我哪给错了？不是20吗？2/20, 20/20, 40。啊，说两遍啊！啊，行行行，来，一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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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Later， 一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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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0。妹子，我又来了，吃雪糕啊！叔叔来碗牛肉面。哎，我有两张电影票，晚上咱俩看电影去啊？几点下班？明天我考虑问题吧。叔叔你说。小妹儿想买零钱，还差500。小妹儿小了有多少钱？那啥，那叔叔，那小明手里面有多少钱？我不知道。那如果我是小明的话，我应该有90来万吧。面好了。面好了。呀。年轻人，多吃点油。姑娘，还是不做了，你可以提前下班。老板，你这是单子给我。啊，这个月都发好几次了，你说。那么是上医院去看看了。哎呀，上医院去了呀，医生说呀，没有办法啊，都回家来家呀，多听听苏醒醒音，别有局啊，都能好。哎，这抽烟呢。爸，叫你这穿的还是？啊，我看看。哎，小姑娘。啊。你干嘛呢？啊，这不让钓鱼，私人承包的食堂，知道吗？我没钓鱼啊。没钓鱼，来，你看这啥？人赃并获，还说你没钓鱼？这我宠物，我带它出来遛弯儿的，不是它出去游一圈它就回来了。啊？你不信啊？我示范给你看哈。哎，小金，别睡了，哈，小金。哎呀，你不是说游回来了吗？是什么游回来了？啊？你宠物啊？什么宠物？你不是有病？哥，正好105啊。105啊。那个美女，你看抹个零呗，好吧？我总来买。不行，哥，少点生意。那个，你看你是不是拍视频？我还是你粉丝了。你直播的时候没事，我还去看了，我还给你送过小心心呢。啊，是吗？真的啊，给我抹零。行，好，谢谢啊。来。
15。那抹个零啊，抹个零不就15吗？谢谢啊。哎，哥，我们家今天搞活动，充100送500。妈，100充500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因为你是我粉丝，所以才给你开这个活动的。妈呀，这么好啊！来来，这充100，充100，充100。哎呦我的！这是啥呀？500呀！我去！咋把你搞不住？我跟你去打气！哎，你俩干嘛呢？你偷我家16干嘛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啊！还不好意思哈、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你还想跑啊？啊？没有，没有。你偷我家16干嘛？不是，你怕你家这16都快坏了，我就寻思再摘下来，这样尝尝。你尝尝尝尝，又坏了，关你什么事儿啊？那，那尝你不会自己去买啊？那买不得花钱吗？花钱，啊，花钱你就偷我家16啊？啊？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一声？那告诉了你之后，你能让我去摘吗？不能。你就是说嘛，你不能告你，你又不能，所以我就摘。你就摘，你过来，16拿来，快点！真是有意思，以后别干这种事儿啊！小姑娘长得年纪轻轻的，怎么干这种事儿？这谁家的16还挺甜的？哎呦我去！慢走哈，老公。行啊，妹妹，你买台车吗？不要。你不要，包括这羊，我这钱了，你是不耽误我做买卖？哥，我不是说想影响你做买卖，我就害怕你这一波上油价全撇走了。小白的，我这么大财门印，这么大岁数的话，还能给我这个油撇走他？哎，哥，你可不知道，现在这小偷手段高明的很，抢天上拔在那河边卖菜，就那全撇走了。近的吗？近的，你不寻思不得？你要咱俩私房，我给你留下私房，你尝尝哈。那娃肯定是掉的。我跟你说，现在这小偷太高明了，咱俩不行，咱俩私房一下，你尝尝哈。比如说，现在我就是那个顾客，我要过来想买你这个油，我说哥，你今天上油我都想摇呢，你给你什么反应？进你这儿摇了？啊？好啊。啊、我感觉我又办不动，别去，要不你帮办车上家的，这车也是我，你帮我办车上是不行？好，我帮我办，帮我办。这时候我没有付钱，我想要走，能让我走吗？我爹，你给钱不给钱，钱都交了吗？那先不说，我跟你说，我的手机玩气哈，这操了，我就得上气哈，拿出手机，你把你的手机拿出来，我扫码啊。我这事儿不是滴惯这事儿，我在这想，我怎么能走啊？这事儿我的这个手房，这个车把上，我这个钥匙，哎，给你打开。这事儿你千万要注意，激动，别走，好好跟人谈哈，好好谈。这事儿呢，我就小车把一扭，我就走了哈。啊、哦，这么点儿啊？行了，我知道了，闺女，我知道了，闺女。老板。哎，哥，那个我要爱你，爱你，爱你，男孩爱你。爹呀！那我不要烟，要啥呀我？我以为你跑来跟我表白呀。这服了。帅哥，您的牛肉面好了，前面有吗？哎，等会儿，你回来。回来，我说你们家真的越来越会做生意了哈。什么意思、啊？什么意思？以前来的时候还两块肉，现在怎么就变一块了？那块哪去了？让你吃了呀？小伙儿，对不起。我别不吃，我要给你捡来啊！你吃吧。Thank you.
有人。